巴不得这个时候，是吧？是我们来仰望你的时间，主，我们来瞻仰你的面，主，愿你自己来吸引我。我们这时候来思想你的恩典，还有想到你十字架的大能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是需要在这主日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来回归你自己的安息。主啊，愿可恶的灵在这里，主，让我们的心主被调起，主啊，我们可以放下各样的重担，主，来到你面前，得享你自己所赐的安息。主啊，巴不得这时候主你亲自自己在这里向我们每一个人来显现，主，让我们真的是可以进入到你的安息。主，这时候主你亲自，圣灵亲自来运行，主啊，主，这是来让我们愿意放下一切重担。主，因为你应许，主，你的担子是轻的，你的轭是容易的。主，在这复活的日子，主，我们来瞻仰你的面容，主，求你的面光来照我们，主，让我们有个可慕的灵。主，因为我们，主，我们心里说，主，我们真需要你。主，巴不得这时候主你自己赏赐你这个恩典，主，赏赐你医治的灵在我们中间，主，脱去我们一切的残累，主，让我们在这时候，主，我们可以开我们的耳朵听你的声音。主，巴不得主你真的借着传道的口，主，再次来提醒我们当该做该行的。主，巴不得做这样的主日敬拜，主，你在这里坐着为王，主，将荣耀赞美都要归给你。主，正是这时候，主，我们是在心里，主，因为与你相见相遇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心里就荣耀，主，我们心里就不禁地发出，主，我们要赞美你。主，巴不得你在这里，主，让我们的心可以满足。主啊，我们巴不得主，我们这时候主，我们的心主是要可要渴望的，而不是只是来这里做礼拜而已。主，把那样的渴慕的灵在我们中间。主，当我们向你要的时候，主，你也是丰丰富富的来赏赐我们。主啊，主啊，真是你来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。主，愿你自己来成就。主，祝福我们每位。主，就像今天传道要所要传扬的信息，主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你的代言，而且是最佳的代言。主，要成为这个代言的时候，主，把你自己的生命，主，再次的来向我们显现。主，让我们可以被更新变化，主，能够成为主有你灵的同在的代言。主，不得巴不得你来赐福我们在你这里的敬拜赞美，主，还有在这里的分享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圣灵从头到尾都与我们同在，愿你的灵主在这里大大的充满，愿你的灵主真的摸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，主真的来赐福保守我们，主更新我们，主也让我们渴慕，主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得丰盛的恩典。主，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恭敬仰望你面前，你自己来赐福我们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